Nika Collection 是世界一流图像处理软件 PS 的专用滤镜插件套装，目前最新版本是 6.10 版，相比于老版本，新版本优化了多项功能，即图片调色、修图、优化等八项功能于一身，可实现全面的编辑控制。调色预设滤镜是它的核心功能，从黑白到复古，一键让你的作品实现影片级效果。其次是特效技术、透视还原、移轴效果、HDR 等各种专业级照片修饰，一键搞定。还有就是超自然的照片优化、清晰图像、减少噪点等均可完美解决。同时这款工具还拥有独特的局部调整功能，可以解决创意摄影中遇到的各类问题，让你不再为照片的后期发愁，更多是关注于自己的创意。我将会把这款滤镜插件套装连同 PS 常用的20款插件一起放在视频底部简介区或留言区，大家可以按需下载安装使用。接下来跟着我一起了解一下这款插件丰富的滤镜功能。第一个是降噪工具，噪点是数码摄影中常遇到的问题，尤其是环境较暗或者高 ISO 的情况下，噪点会更多，放大照片后会看到明显的颜色断层，只需一键即可自动降噪优化，并且可以根据照片的实际需要调整降噪的强度。经过降噪处理的照片看起来更自然，更利于后期做精细化调整。第二个是色调调整工具，它的功能非常强大，而且使用简单。使用这款工具可以让你轻松平衡照片的色彩和光线，以最佳质量显示图像的细节，不需要创建调整图层就可以进行无损编辑，也不需要复杂的过程，用好它将会帮助你在摄影后期处理过程中节省不少宝贵的时间。第三是校正透视工具，平时用手机或者单反相机拍的照片总会产生一些变形，这些都是镜头带来的光学畸变效果，是无法避免的。这款插件可以修复筒形、整形甚至鱼眼变形等多种畸变。另外它还可以一键实现微缩效果，让你的照片更具创意。第四个是 HDR 合成工具， HDR 图像就是用不同曝光参数拍摄的统一主体的多张照片的合成，这款插件可以帮助我们合并多张照片，制作出非常自然且极具戏剧性的 HDR 照片。这个工具的使用方法相对复杂一点，而且需要掌握一定的摄影理论知识才能用好它。这期内容先简单介绍一下，后续我会出一个详细的使用教程。第五个是 HDR 色调影色工具，可以轻松模拟各种风格的照片，一键实现大片级效果。软件内置了45种风格，只需轻轻一点即可完成调色。第六个是调色滤镜工具，前面说过调色滤镜是这款插件的核心功能，这是我目前见过最全面最具创意性的滤镜组合工具，可用于大众摄影、人像摄影、婚礼摄影及商业摄影，多达55种滤镜风格，包括双色滤镜、古典柔焦滤镜、渐变雾化滤镜、红外胶片滤镜、油墨效果滤镜等等，而且每个滤镜还包含多项调整节点，可以随心所欲地调出你想要的效果，打造独一无二的视觉盛宴。你可以将自己最满意的滤镜组合保存起来，只需轻轻一点即可将其用于相同题材的照片，轻松实现批量修图。第七个是经典相机和创意效果工具，即使手上没有某种装备也能实现其拍摄效果，这些效果的灵感源于传统相机，可以引领你的思绪重返摄影的流金岁月。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工具组合并轻松应用它们的效果，还可以使用相机工具包混合搭配各种效果。第八个是黑白照片滤镜，要创作出好的黑白照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色相饱和度，这个工具凭借独特的算法对亮度、对比度等参数进行调整，以及高水准的还原经典黑白照片，其中的动态亮度、柔和对比、加重黑色、加重白色、勾击颗粒引擎等工具可以让你自由发挥创意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款插件的八大功能介绍，强烈建议你安装试一试。我是山谷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